老板娘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给我来壶奶喝。奶？嗯，是的。兄弟们啊，今天来越南老板娘这边买一杯我最爱喝的牛奶，这个是我在越南喝了3年的牛奶啊，最喜欢喝的。给我加点冰块。下大雨了，越南现在天天下雨啊，梅雨季节了。这个很好喝，来到越南必喝的。到，给你点小费不就行了吗？朋友们，加点冰块喝比较有营养。哎呦，手法那么熟练啊！好好好好，多少钱？10000。20000一杯。还过一个吸管。来。行，喝完我再喝一杯，你喝2杯才过瘾。嗯。